哟，林先生，您回来了。找着人了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两天我们方桥可真够热闹的。先是听说阿秀还活着，紧接着你就拿着绣品找来了。今天上午，又有人看见。 明德秀庄的老爷陈忠甫被我们的福根镇长捆了，下到镇牢里去了。下午我去买菜的时候，听说更稀罕的事了，说明姑太太啊被他的伙计阿六给轰出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明姑怎么了？被阿六轰出来了。人呢？在蒋胖子那儿呢。蒋胖子在河边租了个偏上，开了个包子铺。 明天开张，哎，您明天清早我来找人呢。找谁呀？你想找谁？是蒋师傅吧？我来找明德秀庄的明姑太太。这是我蒋胖子开的包子铺，没你要找的人。蒋师傅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。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。 你不是来找麻烦的，还能找什么？你误会了。多年前，我同明姑是有些嘀咕发生，可那都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行了，你说什么我都不信，赶紧走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蒋师傅，一定听我解释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这儿没有这个人。走。蒋师傅，这是怎么了？ 阿彩，你是林先生？干妈，我都数了好几遍了，一共是175元，都加上了吧？全都加上了，怎么还差那么多？ 好婆，阿秀，你们必须带上谷雨，尽快离开方桥。我明天就找万福根暂借200个大洋，先把涂老板的高利贷还了，把悬在谷雨脖子上的绞索取下来再说。小姐，你怎么办呢？现在有说不清的人在找你们，都是冲着客镇秀和秀浦来的。你们继续待在方桥太危险，相反，我可以利用万福根做挡风墙。 今天要不是他及时出现，真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到你们。干妈，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走？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傻孩子，干妈如果借了别人钱是不能走的。你们到了安全的地方，依然可以刺绣，还是由干妈去卖，凑足了钱，干妈就能见到你了，知道吗？婉姐姐，我们一家子人。 这么好，让你这么做呢？这日后我们怎么报答你的恩情啊？现在是一家人，别说两家话了。是啊，是生死相依的缘分，把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了。这么说，阿秀有可能还活着？天哪！ 不是有可能，是肯定还活着，只不过他现在躲着所有的人，不愿意露面而已。来，快跟我来，明姑，看我把谁给你引来了。
谁呀？太太，他是林先生啊，他来告诉我们阿修还活着，也许就在方桥什么地方躲着呢。他是来找阿秀的。家业都让我给败光了，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？他心情不好，你就让他哭一会儿。明德修庄马上就要被变卖了去还钱债，就算阿修还活着有什么用？就算找到了阿修又有什么用啊？我把他的家都给毁了，我对不起他，我对不起他。明德秀庄卖了？阿六，明天就要把明德秀庄给卖了。我就是来问，太太想出什么办法没有的？阿秀。无论你是活着还是死了，我都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提起阿秀，明公为什么这样伤心呢？林先生，你有所不知啊。明姑这样伤心，是因为阿秀是她同父异母的亲妹妹。看来你是没说实话呀！啊，给他撤块砖来。哎呀，哎，哎呦喂，我的手断了！哎呀，福根镇长，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你要说了实话，我请你喝老酒。我没说假话呀，我真的没拿明德秀庄什么字画啊。再给他扯口砖！哎，等等，我拿了，那可不是什么字画啊，是什么？叫你们扯口砖，听见没有？哎，我拿了，我说还不行吗？说，我拿的是明德秀庄刻真绣的绣谱。绣谱，哎，不会呀！哎呦，副队长，你快把我放下，我这样说话实在太不方便了。你告诉我那玩意儿在哪儿，我就马上把你放下来。说话算话，说话算话。确呀，我就是冲着他才回方桥的。哎呀，快把我放下来吧，我受不了了！快放，哎，放下来吧。哎呀，让他坐这儿。来，先喝完酒压压惊。哎呦。能再给我来一碗吗？来。
你说，你的绣谱怎会在他手里啊？哎呀，这个骚货是我上海帮的一个戏子，我原以为他不知道这东西的价值，所以临时先寄存在他这儿。可岂料啊！他不仅把绣谱给我藏起来，还弄瞎了我一只眼。看来。 霸王硬上弓，强娶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怎么回事？我今天在他面前一露面，他是个人精，他肯定有警觉的。我们要是强娶，这猫急上树，狗急跳墙，岂不是？哎呀，使不得！你什么意思？绣娘绣谱肯定就在方桥什么地方。 否则我手上不会有刻真绣这幅绣品的，啊！这个得给他设一套，让他自己钻进来，软绳子才能套死母老虎啊！那你说下什么套？拿到绣谱可得有我一份，有你一份。 药啊！还有连刻真绣都绣不出来的东西。哎，副科长，你不能让我再待在这儿了吧？哎，这儿有酒有菜，又不收你床铺钱，你就在这儿待着。等我拿到绣谱，我还想请你当我的掌柜的呢。万福刚，你个王八蛋，白眼狼，你不能好报的！ 二万又，哎，万先生，请用茶。万镇长，今天请你来是想跟你借点钱的。借钱？借多少？200个大洋。哎呦，这个，哎呀，我现在手头有点扯不开，没有那么多现钱啊。那，万先生，没关系。哎呀，万某对你心仪已久。 总想寻机帮帮你，这你想必是晓得的哈。我见你急着兜售绣品，一定是被什么事给绊缠住了哈。没征得你的同意，我替你寻了一位苏州的绣商，他愿意出2000块大洋绣一幅画。2000个大洋？对，2000块大洋。如果你同意接下这单生意，也不知能否解你燃眉之急啊。 那简直太好了，万镇长，那我该怎么感谢你呢？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！我也就是想在晚先生面前尽点绵薄之力而已。<笑>那苏州绣商呢？在楼下候着呢，要不我把他叫上来，你们谈。那好啊，太好了。好，万先生坐。 小姐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钱借到了？我们不用借钱了。啊，莫非是涂老板把机器给改了？跟涂老板没关系。今天万福根给我找了一个苏州绣商，那人愿意出2000个大洋订一幅画，来不及回来跟你们商量，我就做主把契约签了，疫情的定金也付给我了。你们看，哎呀，这下子太好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可不是嘛。啊，万姐姐。 画稿呢？画幅不大，我估计你再加上谷雨，2个月的时间准能把它绣完。诸位随便拦住方桥的人一问便知，这是一座多么好的宅子，百年老宅呀！ 5进大院，带偏院，大小房间总共42间，所有家具一应俱全，连厨房里的家伙事儿一样也不缺。也就是说，你们谁要是够得了此宅，只要稍加洒扫，便立马可以乔迁进去住人了。明德绣庄4乡8镇，那是闻名遐迩。
不会是冤死了什么人，坏了风水，才变卖的宅子吧？怎么能是这样的宅子呢？咱们明德秀庄风风火火百十年，怎么可能是凶宅？风水不好，吉宅，真正的吉宅。那为什么还要卖它呢？家丑本不该外扬，可我又不得不说，明德秀庄几年前遭遇一些变故，庄主明姑从此一蹶不振，还耗上了这个。数年间，不光抽光了所有家当，外面还该了一大堆债务。明德秀庄又有祖训，千难万难，绝不拖欠邻里的债务，所以才出此下策，变卖古宅还债。别说这么多了，开个价吧。好。这是明德秀庄的地契。为了打发那些债主的，我跟涂老板的泰丰钱庄已经预支了6万大洋。有超过6万大洋的，咱们马上签字画押，这个地契就归您了。涂老板，能给我们展演他在泰丰钱庄预支大洋的凭证吗？哦，我还忘带了。啊，他忘带了。你怎么忘带了呢？哦，按理说预支了6万现大洋应该用地契抵押，可今天卖宅子的不是您涂老板，而是蛋阿六，那这双簧可就唱漏了。且不说双簧不双簧，给蛋先生留些面子。说实话，宅子倒是不错，可他值不了那么多钱了。那这样，你开多少钱？3万。你这拿我们当要饭呢？啊，我跟你这么说，道光11年，光为修建这座古宅，花去了官银15万两。房子是越住越旧，酒才是越陈越香。这样，我再给您添点，3万3。你这还是拿我们当要饭呢，蛋先生。现在再拿道光年来说事儿，你还真把宅子当老古董了。我咬牙了，再加3000，总可以了吧？哎呦，咱们可没想把这宅子当古董卖。再怎么说，这也是一座占地几十亩的五进大院吧，在方桥也算是首屈一指啊。现在物价飞涨，咱们报出这个价已经算是跳运河的价了。咱不说远了啊，光10年前修葺这宅子就花去2万个大洋了。好，我最后再说一次啊，低于这个数，我把这古宅拆了当柴火卖。就按你说的价钱。我买了。当初要不是程仲铺到上海接回这样的西洋花订单，也就不会有顾宇的亲生父亲到明德秀庄来做花工了，也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故事。如今为了古语，为了我们大家，我真的愿意秀出来。可是我真的秀不出来啊。我明白了，郝婆，我有一种直觉，这不像是让我这个对刺绣知之甚少的人偶然撞上的好事，而是有人预先设下的一个圈套。会是城中府吗？10有8九是他同万福根勾结在一起。那目的呢？他是冲着秀谱来的。是吗？不行，我们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。小姐，你是想？对，多年前我们就逃亡过，今天命运又把我们逼到了绝境，只有这条路可走了。
哎，小谷雨呢？哦，他出去买线去了。你们把收拾好的东西再仔细检查一遍，等谷雨回来，天色一晚，我们赶紧离开方桥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好吧，那好吧，那我去准备一下啊。快啊，没事啊，妈妈。哎，谷雨还没回来呢。干妈、外婆，我回来了。我今天可听了不少稀奇事儿。你们知道方桥最大的明德秀庄吗？说是被一个叫明姑的女人抽大烟给抽垮了，还被自己的债主们给轰了出来。还有明德秀庄在茶馆里出售，围了好多的人看呢。有一个城里来的先生连价都不还，50000块大洋就买下了。我听人说那个先生姓林，从上海来，是个画家。哎，干妈，那位先生来过我们家，你没让他进来，那天老盯着我看，高高的，还穿着西装，你想起来了吗？谁呀？婉姐姐，你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？哦，他给了我名片。秀，我爱你。今生今世，能够听到你这一句话，值了。你是我今生今世第一个女人，也是唯一的，永远不会忘了今天。林先生，谁呀？
顾云，他是你的亲生父亲。为什么叫谷雨吗？八年前，谷雨节的那个夜晚，我和你的亲生父亲有了你。谷雨，他是你的亲生爸爸呀！快去。林先生，你回明德秀庄这几天一直没有时间问你太太，明姑太太怎么样了？我在蒋师傅的包子铺呢，见过他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憔悴的连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好像非常悔恨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认出我以后关上门嚎啕大哭。看来他是在精神完全崩溃的情况下才抽上大烟的。我想你要是同意的话，还是把他接回明德秀庄来吧，毕竟她是你的亲姐姐。阿秀啊，明先生的话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吧。这些年我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，知道家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。毕竟明德秀庄是明姑的家呀。
林先生，难道你就一直不恨他吗？要说不记恨他，那是假话。可是记恨他，就能让时光倒流，一切重来过吗？记恨他，就能抚平我们经历过那些痛苦吗？石绿就行了，啊，好不好？您记着提醒他。阿秀，今天又能和你在一起，真的是恍若隔世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把你当作已故的人来怀念。你当初留给我的这串手镯，是我能回忆起你一如相貌的唯一物件。现在我的怀里，因为它是你父亲留给你的遗物。你知道我这些年怀念你的物件是什么吗？枋桥遗梦。对。枋桥遗梦。他曾经在水里被硬化了，可是他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，就好像与生俱来的一样。这些年来，我拆了锈，锈了拆，尝试着用各种针法来绣这幅画。每当我绣一遍，我们俩的故事就会在我的心里重新的上演一遍。我就是这样熬过了很多熬不过去的日子。没有你绣的枋桥遗梦，恐怕这辈子我也见不着你。你太太知道你来枋桥吗？知道，而且那幅枋桥遗梦还是他给我的。他？对，是他先发现了你绣的枋桥遗梦。他相信你遇到了跨不过去的难关，是他鼓励我到枋桥来寻找你，帮助你。他的举动让我的心灵备受震撼，我做梦也没想到和我生活了近十年的豪门女子心胸竟然如此宽广。我夹在对你的思念和对他的愧疚之间抑郁寡欢，而他却能以宽容之心待我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他可真是一个好人啊。阿秀，我们明天还是把明姑接回来好吗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，现在的我们不应该把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当作是一种痛苦，而应该把它变成可遇不可求的人生财富。它让我们领悟到这个世界上究竟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，
它让我们的心胸变得更加博大，更加宽厚，让我们学会用善良去化解仇恨。你说的太好了，如若不是遇到那么多的好人，就不可能有你我的相逢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哎，怎么都这么多天了，他们怎么还没动静？哎，你可千万别让他们跑了啊！跑是跑不了，我已经花了大价钱弄了鱼饵，现在鱼已经咬钩了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把方桥的各个路口都堵死了。哼，只是啊，只要你不让他们跑掉，哎，我们就不着急。现在急的是他们。你敢肯定他们绣不出这洋画来？绣不出来，肯定绣不出来。当初要不是我把那姓林那小子请到方桥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反正他绣不出来。那就好，那我就等着姓晚的低三下四的求我退单子，然后我就收紧绳子，要绣谱了。哎，副队长，我在这待也不少日子了，是不是可以啊？是不是在这儿待腻了？哎，你不是说不用着急吗？再委屈你几天，你给我好好在这儿想一想，动动脑子怎么发财啊？这儿适合你。完了完了，我怎么急得连姓林那小子已经到了方桥给忘了呢？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哭什么哭啊？有完没完啊？老爷供你吃供你喝，你还不知足啊？我还告诉你阿彩，老爷我还就好这口，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，别在这给我碍事儿，走。太他妈不是东西了！当年明姑就不该拦着我，让我一刀把他给剁了。大不了我吃他几年官司。自从离开明德秀庄，他更是变本加厉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他打我骂我，我都可以忍，可他把亲爱的人带到家里来折腾，什么来羞辱我。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干脆别回去了，就在我这落脚，跟明姑一块住。你看我这正缺人手，你呀帮着张罗张罗，还可以照顾照顾明姑，你看怎么样啊？那怎么行？阿六他绝对不会答应的。再说，当初是太太把我许给他的，如今我又跑回太太这儿来，他肯定要来找太太麻烦的。哎呀，要不我再去问问明姑，看看她有什么主意。蒋师傅，您千万别惊动了太太，她比我更心烦。就是心里委屈，把您当娘家人，哭几句。别哭了，
因为那种人他不值得。蒋叔，哎，你们看，我把谁给带来了？阿秀。哎呀，阿秀啊！阿秀。是我呀。